俺不想再连累你们了。房间内阿泰的声音在不断回响，充满了愧疚、自责和不安。一间小小的屋子内仿佛容纳了这世间所有的负面情绪，以及一颗善良的心，如此矛盾却又如此合乎情理。哪怕是到了现在，阿泰都没有埋怨过世界的不公，没有去愤怒。事情持续发酵到夜晚时，热度已经超过了新生大赛，毕竟这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太多，甚至大家所讨论的已经不是阿泰的生死，而是处决阿泰后接下来要怎么办，如何彻底解决半妖人的问题，如何护人族平安。就像是他们骤然发现国泰米安的生活中突然多出一颗邪恶的种子，这种子极有可能不断扩散，威胁到自己的生命，那清除计划就必须提上日程，越快越好。只是让他们不解的是，从始至终莫格都没有针对此事发表任何言论。不仅莫格，包括莫学院、暗格、楚瑶阁等等一系列官方部门皆是如此。只有作为教育署副署长的袁青山用自己的私人账号发出两幅画，一张洁白的纸上沾染一滴墨水，一张漆黑的纸上中心处一抹白，两幅画平凡无奇，却又像是在诉说着什么。但莫格的不作为却再次掀起了一股浪潮。莫格究竟在犹豫什么？我们真的还可以相信莫格吗？沉默的背后难道是交易？一系列言论在网络上不断扩散，深入浪潮，偶尔也有些许理性分析，但全部被淹没在人海之中，泛不起一朵浪花。在这绝对的正义下，任何不对的声音都会被彻底碾碎。直到深夜来临，最初揭露阿泰为妖的那个账号再次发出一组照片。第一张，阿泰站在一处血池前，青筋暴起，看起来分外狰狞，浑身都沾染着血液，那双眼中所流露出的只有暴力。第二张，阿泰尖锐的牙齿上还沾染着血肉，地面上几个孩子的尸体千疮百孔，没有了声息。第三张，看起来已经18岁成年的阿泰，外表看起来已经没有了任何妖族的迹象，只不过身上添了几处伤痕，手中还拎着一个早已死去的孩子，狞笑着。伴随着三张照片的公布，很多原本还保持理性的看客再也忍不住了，加入进来。鲜血、尸体、野兽，不需要再说其他任何东西，只要有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房间里，阿泰看着手机上那三张照片，有些沉默。不是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俺没杀人。但终究缩在角落里的阿泰发不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莫学院的官媒下面，包括林小小等人的账号再次充满了质疑声。醒醒吧，阿泰是位妖，你们都是未来人族的栋梁，不要再被蒙蔽双眼了。为死者复仇，无数类似的言论，甚至已经有人自发组织起来站在莫学院的门口，逼迫莫学院给出一个结果。如果俺死了，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吧。最终阿泰将手机放下，其他种种情绪逐渐消失，只剩麻木。自房间内起身，换上一身宽松的外套，将整个人都遮掩其中。借着月色，阿泰走出房间，行走在黑暗的角落里，渐行渐远。身于黑暗，已不渴望光明，所求的是莫学院平安，仅此而已。出了城门，奔跑在土路上，向莫城前行。广袤无际的荒野让阿泰享受着难得的寂静，但这天下却已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地。许久，一个中年人骑着自行车，同样晃晃悠悠地离开了江城，远远追在离阿泰极远的地方。果然，你还是忍不住会逃，只要守住城门，就能等到你。中年轻笑着拿出手机，找到余生的号码，但思索间又将手机放下。没道理这么快通知你，你欠我一个人情。宿舍内，余生电话的另一边，专属于法外狂徒那沙哑的嗓音轻笑着。是的，余生轻轻点头。那好，你等着吧，虽然我和妖族没什么合作，但有些妖域里的探险家我还是比较熟的，这事我给你打听打听，总感觉一个人情有点亏了。那边不断地说着，最终做出了一条总结。八卦是我的强项，余生平静地回应。我要挂断了。说完放下手机挂断，看着窗外的夜色，平静的目光下藏着一缕杀意，舆论终究要在源头掐灭才行。这一夜，莫学院140届新生几乎无人入睡，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下，就仿佛在培育着一颗种子，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而如今更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只有阿泰依然在荒野间孤独地行走着。
深夜电话响起，雨声无声睁开双眼，看着手机内的短信，起身在书包中取出纸笔，写下几行文字放在床头柜上，借着月色看向书包上刘清风留下的那段话。你说未来去守护那些值得自己守护的人，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将鱼线认真地缠绕在袖口处，检查匕首、弓弩，包括几颗圆球，想了想，余生打开床头柜的抽屉，又拿出几个瓷瓶装在书包里，这才轻轻打开房门离去，从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校门口，许元清坐在石阶上。去哪儿？妖域。余生想了想说道，我陪你。许元清起身，甚至没有多问，但余生却轻轻摇头，他们还在，你要留下看着，其他人我暂时还信不过。说着，余生扭过头看向宿舍三楼的那一排窗户，轻声开口。许元清蹙眉，四绝以下觉醒物无法入体，去妖域在那种暴虐的妖气下甚至都无法生存，我不去，你支撑不住的。余生沉默数秒，我已经四绝了。留下这么一句话后，余生一脚迈出小门，在月色间只留下一个背影，又在许元清那复杂的目光中上了自己的车，发动机轰鸣，这辆猛虎歪歪扭扭地向城门处开去。这孩子真的能开到妖域吗？看着余生那一路横冲直撞的样子，许元清眼中带着一抹忧虑，轻声叹息，最终跃上墨学院的城墙，就这么看着月色有些出神。清晨，于老大走了。赵子成看着余生床边那张纸条，表情复杂，将纸条递给众人，出门办事注意电话，或许有阿开的下落，别冲动，有我。文字简练，床边还放了一部手机，孙文表情严肃地拿起。虽然不知道于老大去做什么，但城里面的事就要靠我们了，我继续去掉监控。说完，众人转身离去。许元清就坐在窗口对面的树上，看着房间内发生的一幕，轻叹一声，靠在树枝上睡了过去。伴随着新一天的来临，事情已经不仅仅只在网络上发酵。墨学院门外，一群人堵在门口，也不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等待一个结果。除了江城的墨学院，最严重的就要数墨城了。墨阁、暗阁、教育署等一系列总部，人山人海，甚至一些早起上班的工作人员都被堵在了门外。墨城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一定混乱，警卫司的人看着这浩荡人群，有些犹豫，不太敢插手。该死，一个阿泰都能跟丢，这件事处理不好，我们都得死。江城一个中年面容有些阴霾，压抑着情绪发出一声低吼，甚至由于情绪失控的原因，手臂上逐渐浮现一层毛发，嘴边出现锐利的尖牙。深吸一口气，慢慢平静下来，毛发尖牙缓缓吞去，重新恢复了正常人的样子，神情冰冷。继续去找，这么明显的一个目标，不可能无声无息。其他几人点了点头，四散着离去。而与此同时，墨学院内，有消息了。赵子成突然发出一声呐喊，举了举余生留下的手机，屏幕中是一张图片，阿泰行走在荒僻的小道上，坐标藏城，由西向东猜测去墨城，交易完成，江湖再见。简短的文字却给了众人一个希望。孙文看着手机中的阿泰，原本那挺拔的汉子在短短一天时间里身影都变得沧桑了许多，弓着身子，更像是一个迟暮者在走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段道路，看起来有些令人心疼。他去墨城做什么？孙文呢喃着，微微蹙眉，陷入沉思许久。我操，这个憨货。猛然间，孙文忍不住骂了一句，直接起身抓起一旁的外套向外面走去。我们也去墨城，希望还来得及，他一晚上怎么走出去那么远？甚至都来不及解释，转眼间孙文就已经冲到了宿舍楼外，手中还拿着电话与人沟通着什么。其他几人心中也有着些许明悟，一脸焦急。十分钟后，一辆商务车停在学院门口。去墨城，快，不要怕超速，多少罚单我都交。孙文坐在车上，看着司机语速极快，伴随着发动机的声音，汽车扬长而去。希望能赶在他前面吧。孙文紧紧地攥着拳头，表情有些低沉。就在孙文等人离去不久，之前那张照片就被发到了论坛上，很快就被冲到首页。阿泰是跑了吗？难怪墨阁一直没有出面，应该是在逮捕阿泰。果然妖就是妖，
如果心里没鬼，他跑什么？我就在藏城附近，等着，我去抓他回来。一道道声音下，藏城临时组建了捉妖大军，数十人冲出藏城，向着坐标处赶去，顺着阿泰的方向一路追踪。真可恶，让他跑了。不过他的手臂被我划伤了，最新坐标焚城。论坛上，众人不断地抱着阿泰的卫士，炫耀着自己的战绩。越来越多人加入进来追捕阿泰，仿佛在玩一个名叫大追杀的游戏，比以此来彰显自己的正义无畏。疯子，这群疯子！林小小一直在看手机，有些震惊。以她不过13岁的年龄，单纯的思维下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他们是在收割一条鲜活的生命，甚至不问原因，只因为一个莫须有的妖字就可以代表正义去审判，这合理吗？妖也不全是坏的吧。林小小看着趴在自己脚下的大白，眼眶有些红润，轻轻地抚摸着大白的头。操，不行，再这么下去啊，阿泰容易死在路上，不能去墨城拦他了。兄弟们，行动吧。孙文看着去往墨城的路线图，深吸一口气，神情肃穆。虽然阿泰去墨城可能是要，但作为兄弟朋友，这一路我们爱护吧，一切等到了墨城再说。赵子成轻轻点头。车停，看着不远处那搜寻的队伍，大白从车里钻出，林小小一跃骑在大白身上，几个闪烁间拦在众人面前。你们这些坏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知道真相吗？林小小的情绪有些激动，一些不过二三绝的人看着林小小皱起眉。真相就是他是妖，是妖就该死。林小小，你也是我人族天骄，未来栋梁，不要掺和到这件事里。我们知道你是碍于同学情谊，这坏人我们替你做。那人义正言辞。上课吧，我们人多你拦不住的。说着身后几人上前准备绕过林小小。店主，小时候爷爷告诉我，就在林子里别出去了，至少守着那片林子，心计。那时候我很不理解，野兽那么可怕，人们不应该抱团取暖，互相扶持吗？但现在我感觉和野兽接触才更加安心，因为他们的目的要更单纯一些，吃饱就够了。突然有些想回大山了，也不知道院子里那棵树又长高些没有。呢喃着，仿佛在自问自答。一个13岁的女孩第一次对大山外的世界感到失望。轻轻抬手，一杆长枪被林小小抓在手里，骑在大白身上，平静地看着他们，一声低语：有我在，谁也不能欺负阿泰。相比于林小小，沐雨则直接许多，将墓碑松开，缓缓放在地上，手中拽着锁链，任凭墓碑在泥土里拖出一道深坑，来到另外一对搜寻阿泰的人面前。再进一步，格杀勿论，大不了我去罪城。没有像林小小一样和这些人辩解，因为他知道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坚持，或许在这些人眼里，他才是那个顽固不化被洗脑了的坏人。立场不同，无需辩解。青斗锁链，墓碑自半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砸在沐雨和众人面前，如同一道分界线。一缕缕黑色气体自墓碑扩散，向周围弥漫，搭配着沐雨冰冷的目光，令人不寒而栗。沐雨，你这是要背叛人族吗？你会后悔的。不要误入歧途啊！一道道声音响起，带着劝诫，像是想要劝沐雨迷途知返。当某个观点的人数变多后，少数那一方自然而然就是错误的，尤其是犯错的还是天才。远处角落里，一名青年低着头，眼神微动，有些冷冽，突然发出一声呐喊：沐雨被妖洗脑了，打醒他，不能放跑阿泰。随着声音响起，青年率先冲入人群，嘴角带着一丝冷笑。人总是从众的，当这人冲出去的瞬间，更多人茫然地跟着冲上前，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冲。战乱开启，而已发战乱的那个青年却悄无声息退去，消失在树林中。全线暴乱，陷入疯狂。宗文跳到房车上，手里还拎着一个车载喇叭，不停地发出喊声：阿泰，小爷知道你能听见，小爷也知道你去墨城是为了什么。这世界并非冰冷，你的身后还有我们，哪怕所有人都抛弃了你，我们绝对不会。你去墨城，那老子就护着你去。妈的！丢掉喇叭，孙文眼中带着血丝，看向身边的司机。联系集团总部，就说给老子开辟一条从这儿到墨城的道路，用钱给我砸，后面那些城门一个都不许开。说完回车上拎出一把斩马刀，同样拦住一队人。
远处的树林里，阿泰胸口和手臂上有几道伤口，鲜血顺着伤口滴落。听着那喇叭声在树林里回响，阿泰的眼神有些茫然。俺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你们未来能站在更高的位置。默默起身，看着远方林小小、赵子成、沐雨、孙文拦住搜寻队的背影，阿泰露出憨笑，深吸一口气。再见吧，朋友们。原本那已经麻木的眼神中恢复了些许色彩，但很快又重归麻木，在树林中狂奔，直至消失不见。镇妖关外，我要去妖域。余生看着关卡处的士兵，平静说道。那士兵缓缓摇头。啊，抱歉，最近妖域那边局势不太稳定，暂时封闭了通往妖域的通道，希望理解。余生停顿数秒，再次开口，神情认真。我有一定要去的理由。这很危险，我们要为你的安全考虑。那士兵依然摇头。余生默默打开书包，拿出一枚三道纹路的勋章挂在胸口。我可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看着那三纹云勋，几名士兵怔了一下，腰板挺直，对着余生敬礼。请稍等，我需要去汇报。那士兵开口说道，上了一辆越野车加速离去，伴随着尘烟。过了大概20分钟左右，士兵回归。允许放行，但中晚要见你。余生点了点头，坐在车上有些疑惑。这次不用检查我吗？三纹云勋全国共计3652枚，全部登记在册，功勋在前线不容亵渎。那士兵看向余生的目光中充满了尊敬，载着余生远去。坐在车上，看着窗外那了无人烟的荒野，余生有些出神。都说镇妖关是冰冷的，是残酷的，但不知为何他却感觉这里反而要更加温暖，更加适合自己。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那些勾心斗角的网络，只有一名名随时准备赴死的士兵，甚至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所谓的阿泰妖化这件事，就算知道也不关注，因为他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镇妖关底一座简易的军用帐篷内，摆着一张办公桌，张玉书百无聊赖地坐在桌子前，拿着手机不断滑动着，瞥了一眼刚进来的余生，将手机放下。听说来了一位三纹云勋，我就知道是你，要去妖域。钟律书看余生的眼神有些玩味，捋了捋自己的山羊胡。余生轻轻点头，没有说话。想好了吗？妖域可是很危险的。钟律书有些唏嘘。你是一个好苗子，年纪轻轻就到了四绝，而且还不是那些没见过血的菜鸟，死在妖域怪可惜的。回去吧。说着，钟玉书拿起一旁的保温瓶，打开，倒满水杯，轻轻抿了一口，享受地闭上眼睛。老白干，52度，够劲儿，你要来一口不？最近镇妖关这鬼天气，不喝点，真顶不住。钟玉书笑着将水杯递到余生面前。闻着那浓郁的酒味，余生微微蹙眉，向后退了两步，缓缓摇头。我要去的，总归要做些什么。余生轻声低语，目光从始至终都很平静。你这娃咋这么轴？是个人都知道，这事是妖域那些家伙搞出来的，但你一个四绝去了，能干什么？送死吗？还是说，你觉得自己能在妖域乱杀？说实话，你能有如今的改变，我很欣慰，但在我的记忆里，你貌似不是如此不理智的人。要相信莫哥，这件事你办不了。看见余生没喝，原本还有些心疼的钟玉书急忙将水杯拿了回来，再次小抿一口，脸上有些红了。我有一点把握的。余生摇了摇头，语气认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钟玉书放下水杯，审视着余生的双眼，过了许久才开口。年轻真好，有冲劲儿。我好奇问一句，如果莫哥这次没有站在阿泰这边，你会如何？钟玉书不动声色地问道。余生有些茫然，像是不太理解钟玉书的话。我没有办法影响莫哥的决定，别人救你感恩，不救你很正常，人终归都是要自救的，凭什么逼迫其他人因为你的事陷入麻烦？这是最成就我的道理。在余生说这番话的时候，钟玉书一直盯着余生的双眼，像是想要辨认什么一般。
最终钟玉书发出一声轻笑，缓缓摇头，老夫活了一把年纪，没想到枉做一回小人。有时候你的思维明明很奇怪，但仔细去想总感觉有些歪理。去吧，活着回来。有些自嘲，钟玉书摆了摆手，又一次将手机拿了起来翻动着。余生轻轻点头，转身向帐篷外走去。余小子。就在余生刚刚走到门口的时候，钟玉书刷着手机突然开口，人族终究不是罪城，莫哥也没那么不堪。149年来，莫哥从未因为某件事而牺牲一名普通人，尤其是耳闻云勋获得者，当然军人除外，因为这是使命。钟玉书没有抬头，仿佛只是漫不经心地说着。余生脚步停顿，像是在思索着什么，过了数秒钟才看着钟玉书的方向。我会亲眼去看。钟玉书没有回应，而余生则是紧了紧自己的书包，渐行渐远。最终绕过镇瑶关，来到那片山脉，看着远处辽阔荒芜的瑶域。去瑶域吗？一道声音响起，山顶一名老人无声睁开双眼看着余生。余生轻轻点头。妖域辽阔，遍地危机，去易归难，遇到危机只要你能到这山脚可活。说完老人再次闭上双眼，没有了声音。余生站在山脚下，再看向了妖域时，深吸一口气，一步迈出。和广阔的妖域相比，宛如一只蚂蚁般毫不起眼，但一步迈出已是步步危机。看着逐渐变黑的夜色，余生融于黑暗之中消失不见，隐约间野兽的嘶吼若隐若现，时常能看见一只体型庞大的妖兽自远处走过，相比下余生显得格外弱小。你们疯了，难道这就是墨学院天将们应该做的事吗？不去清理妖人阿泰，反而站在我们的对立面，难道你们想当叛徒吗？一名青年捂着胸口，脸色有些苍白，看着对面的木羽低吼着质问道。木羽单手拄着墓碑，身体轻微摇晃了一下，面容依然冷厉，漠视着对面众人。此路不通。仍旧没有解释，只是平静的叙述，但却充斥着莫名的威慑力。几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恐惧。他们最终还是怕了，毕竟只是为了杀一只妖，或者说为了彰显自己的正义而已。阿泰终究还是会死，但他们却有可能因为彰显正义而负伤，得不偿失。嘴里依然高喊着正义，痛斥着这些天骄，怒骂他们所做的不对，这一切都是错误的，是有罪的。甚至有些极端者给他们贴上了背叛者的标签，但看着那一张张冰冷的脸却不敢妄动。最可笑的是，如此多的人里竟然连一位四绝都没有。或许那些网络上的议论者里有，但却为了自己的颜面没有出面。看着散去的搜寻队，几人聚在一起，眼中所流露出的是难掩的疲惫。走吧，公司刚刚给我消息说长门拦不住，我们继续。坐在车上不停地喘着粗气，趁着短暂空档恢复力气。汽车发动，继续为阿泰护挡。江城到墨城一条漫长的道路，这一路如此艰难，布满荆棘，甚至这些所谓的拦路者永远都猜不到阿泰去墨城所谓的不过是求一死，而他们却还在嘲讽曾经人族历史上无数人族汇集一处的场景，仿佛复刻了一般。只不过当初这些人族所走的是生路，是朝阳，而如今阿泰所走的是死路，是落幕。更可笑的是，这拦路的从妖拦人变成了人拦妖。阿泰到哪儿了？孙英雄站在窗边，看着这墨阁外密密麻麻的人群，眼中带着一抹倦意问道。明城，按照目前进度大概还需要2天时间就会到墨城了。中年秘书说道。孙英雄轻叹一声。2天？这些人连2天的时间都不想给他吗？如果说最开始这些人只是站在正义的高度去批判，这无可厚非。但如今却成为了某些人炫耀自己高尚的契机。杀妖真就会令人优越吗？记录下这些追杀阿泰的人，此事过后都扔到预备役去。明年登四大关，满足他们杀妖的理想，我亲自为他们送行。孙英雄依旧保持着平静的语气，但在这平静下却压抑着一丝怒火。
显然这些人逐渐放肆出格的举动已经在触碰莫格的底线了，或者说在明目张胆的犯罪。杀人犯法，杀妖总可以吧，哪怕只是我单方面认为他是妖。可笑的逻辑，不去等法律的审判，而是总以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法律。既然如此，这妖官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你可以肆意的杀戮，甚至你如果有一天放下了自己手中的刀，反而会惹人耻笑。听着孙英雄的话，中年秘书表情微变，想要开口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多做少听少说，这是一个优秀秘书必备的先决条件。当有一天你遗忘了这些，也就离失去工作不远了。电话突然响起，接听。余生去妖域了。孙英雄眉头微皱。胡闹，你为什么不拦着？别和老子耍横，老子当年调垂你们军校。放屁，还用你说？好好守着你的镇妖关吧，咸吃萝卜淡操心，滚。和周秘书说起话来，孙英雄明显放开了许多，嘴里骂骂咧咧的，最终愤恨地挂断电话。似乎想到了什么，孙英雄转身看向中年秘书，却发现中年秘书正在看着地板，一副魂游天外什么都没有听见的样子。孙英雄甚是满意，想办法让外面的人都散了吧，无论什么事两天后再说。说话间又看了看外面那拥堵的人群，孙英雄明显有些烦躁，最终只发出一声轻叹。中年秘书轻轻点头，转身推开门离去，会议室恢复安静。明年应该和周玉书换换，让我去镇妖关放风，好久不打架，手都生了。说到最后时，孙英雄的声音有些冰冷。罗玉英雄，如果发表评论的人频繁换手机换坐标，你能查到吗？袁七山坐在审讯室里，看着对面的罗玉，慈眉善目。罗玉吃着盒饭，顿了顿，思索着开口。需要在他们发帖的第一时间定位坐标，如果电脑或者手机有摄像头的话，我可以抓拍，但如果没有，就难办了。将要找出他们，就需要立刻控制坐标附近所有监控，筛选人群，再一一跟踪调查，很浪费时间。袁青山点头，脸上笑容更盛。那如果你来做，需要多久才能精准锁定一个人？不确定，运气好的话三个小时吧。所以想了想，随口说着，紧接着傻乐起来。这盒饭真好吃，三菜一汤，明天还有吗？有的有的，盒饭管够。袁青山急忙点头，认真思索着什么，又仔细看了看对面坐着的罗玉，没有再说话，而是起身离开审讯室。门外戚成山安静等待着。怎么说？袁青山轻轻摇头，眼底有些疑惑。我也说不好，总觉得这事太巧了，刚刚准备针对猎魂小组，并且封禁了罗玉，紧接着就闹出了这档子事，转移了莫格的注意力。现在要么放出罗玉，给更高级权限精准定位，要么就看着事态不断恶化。这真的是巧合吗？或者说罗玉真是猎魂抛出来的弃子吗？如果罗玉是猎魂布的局，就是为了装傻被我们抓住，获取莫格更高权限，那此时放他出来，对我们莫格将会十分不利。毕竟谁也不知道，在他掌控莫格权限的这段时间里，他能做到哪一步。但如今感觉这已经是阳谋了，很难处理。说话间，袁青山有些忧虑，看向审讯室那单面可视的玻璃。审讯室内，罗玉吃光盒饭，舒服地打了一个嗝，又喝了口水，缓缓抬起头，看着自己面前那堵墙，傻笑着，怎么看都只是一个憨货。再等等吧，猎魂走错一步只是死个人，但莫格错一步牵扯的就太多了。戚长山说完，似乎想起了什么，抬起头瞥了一眼袁青山。聊完了走吧，用我送你吗？嚯，你这就是不讲理了，刚刚可是你求我来的，不然你以为老夫愿意管你们暗格这档子破事儿吗？而且按照关系，你应该叫我副署长大人。袁青山被齐长山不断推搡着向门口走去，嘴里不断骂着，但齐长山就仿佛没有听见一样，打开门将人推出去。慢走不送。关门，整套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任凭袁青山站在门外暴怒地拍门，齐长山完全没反应，甚至还冲着门口一米暗格的人说道，以后别轻易放这老东西进门，明白了吗？那人沉默了片刻，看着齐长山平静地说道，我是暗格典狱司副司长，按官衔
你得叫我大人。好的，大人，以后有啥好活，尤其是抓人审讯的，请务必联系我。我这人特别能吃苦。齐长山眼睛突然亮了一下，那张面瘫的脸都变得有些扭曲，仿佛是在笑。典狱司副司长虽然职位不大，但活多啊，所有的审讯都是出自典狱司之手，跟这人混明白了，以后每天审犯人，岂不是能审到口干舌燥，太特么爽了。一把抓住副司长的双手，用力地摇晃着。副司长人都懵了，这位好歹也是莫格的大人物，出来体验生活，体验得如此真实吗？不过被这种大佬巴结，感觉好爽啊。一时间两人双双魂游天外。姚玉余生手中拿着一张图纸，这是临行前法外狂徒发给他的妖域地图，其中有自己需要的坐标。此时的余生满身泥泞，还散发着腥臭的味道，但却很好地隐藏了自己属于人的气息。他的前进速度不快，穿梭在广袤无际的妖域平原，尽量弓着身子隐藏在草丛之中。空气中那有些暴虐的妖气不断扩散，想要钻入余生体内，却被一层能量隔绝在体外。余生突然止住前进的步伐，缓缓蹲下，将自身隐匿，屏住呼吸。远处一只足有一头牛高的青狼走过，鼻子还在轻轻抽动，像是在嗅着什么，目光看向四周，额头处三道幽暗的纹路显示着自己的等级。最终青狼有些焦躁地发出一声低吼，逐渐走远，而余生则是默默起身继续前行。